大家好，非常感谢你购买雷雷的电魔术道具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玩牌之中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？一条龙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这边就有一条龙。好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这里有黑桃一二三四五，请问一下哪一张牌最大？黑桃二。黑桃二最大吗？是吗？黑桃二是最大的，是。我是觉得这是大老二，对，我是觉得黑桃一比较大。对，在一般的游戏来讲，或是赌局来讲，黑桃一都是最大的。对对对。但是呢，这样师傅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没关系，我可以直接解释给你看，要变成一二三四，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明显？有，非常明显。谢谢。厉害厉害。